你好，我要一杯拿卡，啊不，摩铁。你起来吧，土猫，我先来。你好，我要一杯那个焦糖沙琪玛。焦糖沙琪玛。可我想好了，这次我走了，我绝对不会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跟他这种渣男废什么话呀？我以后也不会再找你了，你自重吧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2块钱给我磨叽半天，拿走吧拿走吧。谢谢老板啊，早这样就完事儿了，以后还找我女生呀、啊？别别别，可别找我了，这以前卖个样式子卖成渣男了。拿两个黄瓜。拿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收了你的豆浆。谢谢啊，一会儿把钱转给你啊。哎好。撒了嘿。先把自己放进冰箱，等下一天没人煮汤，我来帮你十杯十杯。撒了嘿，豆浆撒了，这寒脑三叉神经错乱了呢，撒了。猜猜我是谁？杨宇吗？冰糕。那你猜猜我要干嘛？哎，你别弄，你快撒开。啊，我给你个提示啊，你是不是在等2路公交车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看他刚刚开走啊。